普表谢曰：“昨以天兵久驻塞外，未克恢复，见及严征，是为势破，折臣狂倦，甘似宪章。陛下特见忠臣，亲于臣汉，密谕甚谋。臣妾审命师讨罪，信为上策，将帅能遵臣算，必可平定。为其不负天心，犹兹败事。今既边鄙有备，更复何余？况陛下登基时年，作隆大业，无一物之失所，见万国之贤明，所依端拱木青，色神和志，自可远祭九皇，抚观五帝，岂必穷边及武与契丹，教甚负哉？臣素亏壮志，审在衰临，虽无功伐，愿竭忠臣，观者贤加其中。次年，移山南东道节度，自梁国公改封许国公，会召下亲耕吉田，普表求入境，辞甚恳切。上策然未载，相曰：“普开国元臣，朕所尊礼，宜从其请。”既至，未复数。四，普呜咽流涕。臣王元熙上言曰：“臣福建唐太宗有魏玄臣、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明皇有姚崇。宗魏之古，皆任以福弼，委之心履，才臣地道，康济九区。宗赐颜弘，史册召唤，良由登用得其人也。今陛下君临万方，交劳数镇，削衣干食，以民为心。历考前王，臣魔所让，而辅乡之众，未邪恼贤。况为邦在于任人，任人在乎公正，公正之道，莫先于赏罚，斯为政之大病也。尽赏罚匪纲，殊特莫分，朝廷纪纲，见智恢稳。必须公正之人点横轴，直公敢言，以便得失，然后移轮世序，庶务用康。福建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，开国元老，参谋地构，后众有时不忘西求恩，故以权禄位，不思训人情，以邀名望，此真圣朝之良臣也。妾闻之辈，朋党比周，众口嗷嗷，恶直丑正，恨不赤足狭脚，以快其心。何者？概率陛下之在用普也。然公党之人，贤愿陛下复委以政，其握军心，羽翼甚化。国有大事，使之谋之；朝有鸿纲，使之举之；四目未察，使之明之；四聪未至，使之达之。官人以才，则无窃禄；治君以道，则无苟容。 PG 648。 贤于动分，欲时书至，当使节朋党以持傲绅士者气所，纵巧宁以援引柴累者道消，省民费至得以尽，民如一行得以现，大振何患乎不举，生民何患乎不康，匪于其月之间，可真清净之志。臣之虑庸浅，发言鲁直，不忘陛下旁采群议，俯察物情，苟用不失人，实邦国大幸。吉田礼毕，太宗欲相吕蒙政，以其心境，吉普就得为之表。虑策拜太保监事中，帝谓之曰：“倾国之勋就，朕所疲矣。”古人使其君不及尧舜，轻其念哉？普顿首谢。时枢密副使赵昌言与胡旦、丞相于、董衍、
良好后善会，但令敌马周上风势，排毁石阵，普生及之，奏留马周、楚昌言等。郑州团练使侯莫臣利用交四箭尺，大为不法，普连得之，竟以调奏利用作流商周，普故请诛之。其机恶强，直接此类。李继迁之扰边，普建议以召保中复领下台故地，因令屠之。保中反与继迁同谋为边患，时论归咎于普，颇为同列所亏，不得专爵。就至，宰相以未时归地，事遂大热，特许普下中至五十归私地。明年免朝谒，指日赴中书事事，有大政则召对东。备及请告，车驾履信其弟审之，赐与家等。普遂称及笃，三上表求之事，上免从之，以普为西京留守、河南尹、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。普三表肯让。四守诏曰：开国就勋，为清一人，不同他等，无志故让。四守徒有日，当就地与清为别。普捧诏涕泣，因立即请对，赐作仪轨，颇言及国家事，上加纳之。普将发车驾信其弟。淳化三年春，已老衰久病，令留守通判刘昌言奉表求至镇。中使持传符问，凡三上表起骸骨，拜太师，封为国公，给宰相。奉料令养疾，四损日复阙，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义基诏书赐之。又特遣使赐普诏曰：卿请属为彖，恳求至镇，朕已居。 PG 649。守之众，律凡其谍，为师之命，用表尊贤。著文有抽，与朕相见。今赐养酒如别路，卿宜爱精神，尽医药，强饮食，以复朕眷欲之意。七月卒，年七十一。卒之先一岁，普生日，上遣其子陈宗基弃弼，鞍马就赐之。陈宗复命，未及卒。四岁，普已罢中书令。故时无深臣之赐。特遣普直叙左正言，直昭文馆张炳赐之礼物。普闻之，因追悼。陈宗秉未至而普及笃。先是普遣亲力真前义上卿太平公至道，神为降雨曰：赵普宋朝忠臣，久被病，亦有冤类耳。前还普立即官待，出中庭受神言，涕泗感咽，事细促。上闻之正道，未尽臣曰：普是先帝，与朕故旧，能断大事，想与朕常有不足，众所知也。朕君临以来，每忧礼之。普亦清洁自孝，尽忠国家，真社稷臣也，朕甚惜之。因出涕左右感动，废朝五日，为初次发哀，赠尚书令，追封真定王，赐世忠献。上传神道碑铭，清八分书以赐之。遣右谏议大夫范稿设红炉清护丧事，复销布各五百匹，米面各五百石。葬日有司设鲁布鼓吹如是，二女皆姬。普妻何氏言愿为尼，太宗再三谕之，不能夺。四长女名志愿，号志果大师；四女名志英，
号智源大师。初，太祖册为仆从之由，既有天下，仆履以为时所不足者言之。太祖豁达，谓仆曰：若尘埃中可识天子、宰相，则人皆物色之矣，自是不复言。仆少习历事，寡学术，即为乡。太祖常劝以读书，晚年手不释卷，每归私地，何户起窃取书，读之近日。即次日临阵，处决如流。既薨，家人发窃视之，则《论语》二十篇也。仆性深沈有暗骨，虽多计客，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。宋初，在相位者多龌龊寻墨，仆刚毅果断，未有其比。常奏见某人为某官，及祖不用。仆明日复奏其人，亦不用。明日，仆又以其 PG 650人奏，太祖怒，遂列奏渎职的。仆颜色不变，跪而食之以归。他日补缀旧旨，复奏如初。太祖乃悟，促用其人。又有群臣当迁官，太祖素恶其人，不与。仆坚以为请，太祖怒曰：朕故不为迁官，卿若之何？仆曰：刑以惩恶，赏以酬功，古今通道也。且刑赏天下之刑赏，非陛下之刑赏，岂得以喜怒专之？太祖怒甚，起仆亦随之。太祖入宫，仆立于宫门，久之不去，进得于允。太宗入米德超之禅，疑曹兵有鬼，属仆在乡，为兵变雪宝朕事状明白。太宗叹曰：朕听断不明，己误国事。即日窜逐德超，御兵如旧。祖古守郡为坚利，是绝下狱，暗合爱书畏惧，交礼将尽。太宗及其贪墨，遣中使御旨执政曰：交涉可特务待祖籍。仆奏曰：拜官抵罪，一政行辟。然国家不交四类，对越天地，告于神明，奈何以及而挥陛下赦令哉？太宗善其言，乃止。真宗咸平初，追封韩王。二年，诏曰：故太师赠尚书令，追封韩王赵普，时官仁仪，才高王佐，意带星运，光启宏图。虽屡望四伐之勋，萧何止纵之效，待吾已过也。自辅弼两朝，周旋三季，冒阎郎之硕望，分平汉之俱权，正直不回，始终无殿，谋有可复，封烈如身。一欲享于大臣，永同修于宗时，资为冒典，以达旧勋，其以仆配享太祖庙庭。仆子成宗，与林大将军、支坛、运二州皆有身，陈序陈州团练使，帝故安逸，故至都官郎中。安逸字季和，建隆初，设抚州路士参军，节度使哲德以言其清干，遂命吉真在迁河南府推官。惠普居相位十年不复调。太平兴国中，立华行二镇长书记，不除梁至太原城下，拜监察御史，知兴元府，转殿中，赐妃于代。先是，两川明书，税者以铁钱一铜钱，
安亦言其非辩，请许纳铁钱，赵从之。九 ，PG 651年，起拜宗正少卿，知定州，会以曹粲之州，起安亦为通判，未即待归，又表求外任，命之耀州，留不遣，命暗示北边事。淳化中常见一已熟的用铁钱，准铜钱数倍，小名是一破，为不便，请如刘备时令西川铸大钱，以十当百。下都审及议，吏部尚书宋祁等言，刘备时盖换钱少，因而改作金安一支，请反换钱多，非金九计也。而安义论请不已，人目公铸大钱百余进之，及其金好，额坠殿皆皆碎，盖荣硕尽其金业矣。太宗不知节，尤加其用心，赐以金子，且遣其典铸，继而大有亏。号遂中才得三千余名，众议轩然，遂罢之。是据时获至荔枝乡、庐二州，就迁。